先把这个枕木的部分呢用弹性扣件，然后下面的部分就取代这个石头，变成用水泥钢板。那这样整个 upgrade 的地下道是不是钢造石头？这样子整个配套升级之后，旅客的整个舒适性跟效率，那也真的有影响。你刚刚你这个问题哈，你直接哎，直接刚开幕的时候是有是有怎么样？哦，淡水线是请来那个是每公尺16公斤，那个时候就是公尺公斤，对，一个轮子以前是每码这个两个轮子的就是每码多少？反正就是每码多少？这个我跟你问一下，就是要从那边，你以前大概是每码多少？看看你马上应该从里面出现这样的，你会发现它会是几十而已。每码35到30，你看你把37，对对对，你会就是已经是换算成你看这个铁路就歪了。对。1.67。稍微提高一点，不要放太低。我来压歪歪呀。啊，歪歪哦，我你帮我摇下。谢谢啊。就是第二代，好，
我们来看一下，那 CTC 它怎么样去控制这个火车呢？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刚刚这个部分。前面几个老师有没有讲过什么东西？哦，我告诉大家哈，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有关联的。这个东西我们叫做耗制，耗制锤柄跟耗制闸柄不一样。锤柄是这个东西，这里有一个很重的东西，它这个东西咔咔，这就是太不好意思了，开始我这稍微拉开给他，那个一般民众。OK， 好，不然我这边放下去哈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东西它有一个英文字。请收杯。
要先去。